最近刚庆祝完出道3000天的少女时代，深知中国粉丝想要与偶像一起度过纪念日的愿望，这不昨个就派出了小分队 TTS 的3位成员金泰妍、黄美英与徐朱贤来到上海，出席了奢侈品牌的35周年庆典活动。借此机会，3位成员也表示感谢粉丝的多年陪伴，同时也希望未来能多多来到中国与粉丝见面。네어삼천일이결코적은숫자가아닌데그많은시간동안같이해외팬여러분들많이해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하고요어덕분에또새로운모습도보여드릴수있는것같아요앞으로도계속소녀시대의모습기대해주시고그것도또콘서트도한국에서준비가되어있으니까많은분들보러와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采访过后，3位成员便换上了红色小短裙，齐齐秀出大长腿，看这架势，看这打扮，再听听粉丝们的高分贝尖叫，就知道3位女神终于要表演啦。当晚 TTS 共带来了3首歌曲，虽然曲风各异，却无一不引起全场粉丝大合唱，尤其是开场热力四射的唱跳表演，迅速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优酷全娱乐上海报道。最近刚庆祝完出道3000天的少女时代，深知中国粉丝想要与偶像一起度过纪念日的愿望，这不昨个就派出了小分队 TTS 的3位成员金泰妍、黄美英与徐朱贤来到上海，出席了奢侈品牌的35周年庆典活动。借此机会，3位成员也表示感谢粉丝的多年陪伴，同时也希望未来能多多来到中国与粉丝见面。네삼천일이결코작은숫자가아닌데그많은시간동안같이해외팬여러분들많이해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하고요덕분에또새로운모습도보여드릴수있는것같아요앞으로도계속소녀시대의모습기대해주시고그것도또콘서트도한국에서준비가되어있으니까많은분들보러와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采访过后，3位成员便换上了红色小短裙，齐齐秀出大长腿，看这架势，看这打扮，再听听粉丝们的高分贝尖叫，就知道3位女神终于要表演啦。当晚 TTS 共带来了3首歌曲，虽然曲风各异，却无一不引起全场粉丝大合唱，尤其是开场热力四射的唱跳表演，迅速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优酷全娱乐上海报道。